好似張床同凳一樣，個座設亦都係要比膝頭頂高兩寸。加高嘅廁所板可以將個座設墊到適合嘅高度。喺個座設度坐低同起身，記住要扶住啲嘢嚟借力。你可以喺座廁旁邊裝個安全架，有啲加高嘅廁所板本身就連埋對扶手。如果冇裝扶手，咁個洗手盆架就應該夠近，可以撳住嚟借力起身。要坐低，應該好似坐床同凳一樣，首先褪後。當對腳掂到個座廁，就伸出做咗手術嗰只腳，再輕輕彎曲只好腳。然后用两只手撑起个身，坐低。起身嗰阵时，个人褪到厕所板前面，伸出做咗手术嗰只脚，然后用只好脚同埋对手撑个人起身。记住要揿住两边扶手，先至保持到个厕所板嘅平衡。千祈唔好用毛巾架或者厕纸架嚟借力起身，因为呢啲嘢好容易会喺埲墙度甩出嚟。个人跟住就会跌亲。如果想浴室里面有多啲位借力嘅话，应该考虑安装安全扶手架。